万一不够呢？你哥病了那么久，再多来点吧。哎呀，够了！谢谢你，萌萌，快给我妹包扎，我先去救你哥了。疼不疼？疼。你看你，你这性子一点都没变，还是这么好强。 你说，明明我救的是你哥，为什么我四姐她那么激动？她喜欢我哥。不是吧？可是四姐那脾气，蒙尘，你得赶紧去救你哥。哎，这都是命。你好腹黑哦。你不就喜欢我腹黑吗？ 对了，我想见见你父皇慕容硕。这个，我得好好准备，找一个合适的时间，我带你去见他。你去干什么？我不去吗？哎，又不是见家长，我见他是我有事要找他。 还在想那天的事？其实我现在想想，我还挺后怕的。孟辰，你要不还是帮我把武功废了吧？可以是可以，你不会后悔吗？不觉得可惜？可惜倒是挺可惜的，可是我更担心哪一天我要是暴走了。 做了一些无可挽回的事情，甚至成为了第二个玉清主。你不是他，更不会成为他。你就这么肯定？功夫本无罪，血昙花曾经伤害了那么多人，但你拥有以后，不也是用来匡扶正义、治病救人？ 血月神功也一样，你只要心存善念，一样也能用在正道上。真的吗？你不是一直想要成为女侠吗？